少峰跟雪莉是不是有偷来暗器？你若是无甲这只狐狸吃，你就要干掉我。到你个小兵体，关心上老委会，你个官窑中气，清清白白坐去你这办案的这个位置。就算讲你搁较安怎交白，恁妈若是要入监大公嘛，等后世人。三立台湾台29频道，拜一至拜五暗时八点，一家团圆。你所谓的东北天下党，你他妈干什么被接过来？什么都骗，跟他招来阿满志成。志成啊，你跟乌道安尼高高低低，是不是嘛？影响着我？车上的代志，我无得到啥干。今日的代志，我有我的办法。有为难，咱想办法赶紧处理啊。我跟你那么久，你快继续为何？我想过别人，我做啥物都无得做。三立台湾台29频道，拜一至拜五暗时八点，一家团圆。一件代志，我要问个清楚。少峰跟雪莉，恁两个是不是有暧昧关系？少峰佮今麦伫个内底呢，可能是你参详代志。伫个房间内底参详代志。你今仔甲袂讲个清楚。少峰哥，好出来！哎、你来是怎讲？就因为啊。介意哦，未来一定人爸会做甚物，是讲伊望恁老师哦，当伊讲到开心者。你你昨天叫人掠走我小妹，东爸天下大乱，怎会把你爸妈给这么白气过来？我今日做来安慰志成，你这对我大人无法度啊！雪莉跟少芳在头下暗器，叫我看到。拜托你，绝对唔通让夸张出来，俺若无夸张的，会对阮大哥失去信心的。志成，爸，雪莉。藏在我身骨边，你敢不是我？少峰，原来拢是你伫变空哦。我早就甲你讲过，王家的代志你莫插哦。是安怎我安怎讲，你都是唔肯听咧。亚芬伊爸爸今麦什么官下掉，你敢无看到？你敢一定要母甲甲伊同款，你才甘愿？刚刚我今日当目睭紧紧，继续看伊，继续威吓我身骨边的人，我做啥物拢无法度做。讲你无少谈业界的物件，你是要骗啥？你莫老嘴烂！我即摆马上是狗，我讲恁母仔囝拢是狗，恁妈若是要入业界，讲嘛，等后世人。